哦哦，我刚刚是问你说，你身上那黑色叫效果是什么？就是黑色。屎味啊，有没有闻到屎味？靠腰，如果我再告诉你说我还在录影，你会不会后悔？靠背。好戏嘞，好戏。哎，什么？鬼啊！干啥？李尚，李尚，快点！怎样？妈妈进他音，快！妈的进他音，还有语音呢。没啥啦，我那边说这你有边朋蛮欢友？乐的啊，干嘛？我说哦，还好了。点点把最欢乐的部分给看了。啊，就基本上我们是不太讲话的，真的假的啊？真的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靠心灵在沟通，真相啊！啊，我怎么感受不到那心灵的那个？因为我们因时为你间跟我们长频的率对。不一样。等下，你们是怎样？口气很想加入我们。他跟我们，你跟我们的波长不一样。我会尽量用一样的话。没有办法，这是一种天分的问题。我觉得你就是属于那种学什么东西都没有用的。好戏，你有需要什么东西吗？我说，要什么东西？什么？脑吧？可能那我就没有脑可以给他啦，这样子。啊，不然你装水进去。干！笑死！是那边都不讲话的啊。他们都会用语音啊，打字的话就很少了吧？真正公我们都在那里互呛的啊，你知道吧？那个叫什么？互相伤害求进步，互相伤害求进步，互相伤害求进步。怎么教你这种没有大脑的话？真的啊，我就是没有办法，这样才会越来越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。那个抽转单也是啊，一直入坑啊。我不想知道，我们不想知道，我们没有人想知道，你就说到这里就好。我是也要开始准备结婚了吧？靠，我就没有女朋友。要开始准备啦，为未来打算啦。你说我吗？对啊，年纪也到了，要讲要最好我老婆。好戏，没有女朋友，有男朋友也不错。我 OK。他就说好戏太瘦了。我还有双手啊。哎，你好那个、喔。这个对他们来说会不会很伤人？搞不好一世成主顾啊。一世成主顾是什么意思？你都不懂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可以先跟他试看看，然后再决定好不好？试吃 OK 啊？不是，你们都互相不 OK， 那你们到底在委屈什么？都看不懂。我们支持两性平权，多元性成家。哦，我以为要。姐下了课经常去光顾。喵喵不会吵，你那时候喵喵很会吵。又出面。鱼丸粗面，没有粗面。哎，我想到小以前有学过这一段，我不知道你在不在，好戏。什么东西？他以前有学过这个影片啊，我贴在 Discord 上面这个影片。我记得我录音档好像还没删掉，我等一下再看可不可以上传。鱼丸，没有鱼丸。面面，会有鱼丸。我有鱼丸。红花小啊，变动泳唱跟固泳，变动谁啊？我好像分不清楚。变泳随便撑着上去了。变泳就是有一些技能是有变泳跟固泳。嗯，好，有解释跟没解释一样。你知道吗？啊，有一些是
但是像咒术那些妖术，那你跟我说，我放完技能之后跑最快的是变勇还是固勇就好？先跑完。你咏唱跟延迟又不一样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是咏唱。哎呀，咏唱就是咏唱又有分固勇跟变勇。哦，烦啊，不知道啦。对啊，延迟是技能使用的间隔时间。我玩游戏不是很精的那种，所以我老是搞不清楚。没关系啊，你会做影片就好了。我有个全妹，全妹，什么？全妹，好久不见。你会不会很累？我是何许的妹妹。哦，刚刚我妹有跟你们打招呼，有听到吗？没有没有，你刚好可能累个还是怎样吧。我是有听到屁啦，你不是在叫她走开？没有啊，我在叫她来。真的没有听到、啊？是全妹。哦，是这个，我以为是真的妹妹靠腰啊。我真的以为你在说哦，我妹刚刚在跟你们打招呼。哦，我还没有转换过来啊。哦，然后直接拿你的妆就对了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？我找我妹来跟你讲话，要不要？找你妹来跟我讲话干嘛？就聊聊天啊，刚刚她妹有跟我们聊天。对啊。来啊来啊，都聊。Hello， 波波。好呀。你妹妹。哈哈哈。啊，是你就是你。啊，靠背。哎，好像你在这边，你在倾诉那边会这样子吗？就突然来一个？不会啊，我在那边都不要那么震惊。我跟你说，成长工会给人印象就是太过严肃啦。嗯哼，对啊，真的比较严肃。